相共。命运真爱创治人，可怜的肥牛看到俊英意志消沉，心内实在是真艰苦。大海不愿肥牛受到委屈，按捺不住，只好向俊英表明，伊甲肥牛两人是咧搬戏的秘密，甲讲出来。俊英伫咧秋月的面头前得到证实，伊甲美静的婚姻是有条件的交换，并不是真正爱情。金端伫咧俊英的面头前嘛无法度过来隐瞒真相。只好苛刻俊英，爱情并不是人生的全部。但是痴情的俊英不肯放弃对爱情的追求，同时也答应会来弥补肥玉所受的痛苦。善良的肥玉向俊英表示，这世人是无缘做人母。杨明、淑兰也已经探听到爱玉的下落，为着肥玉的身世，敏夫金端因两个阿公母搁再起冲突。有效回应不愿增加大家的痛苦，只有离家来出走。回应回应回应你在哪里？爸爸，肥牛胖见啊！什么叫胖见啊？是安怎？我本来跟肥牛在公生米烧炊啦，结果什么啊？你是拢几岁啊？搁在生米烧炊？为滴咯，肥牛就是胖见，我四界才找几波，拢找无一个人。尊英啊！阿惠娘哦，是不是回去厝内啊？嘿，是啊。不然我嘛想在想啊，阿妹，我回去厝内，去房间一看。啊，你去房间看到什么？伊拿一张被，放伊房间。爸，妈。叫我留查某囝不好，因为我甲哥相爱，得袂着大家的祝福，所以我选择离开。请爸妈一定要原谅我，查某囝的费用。院长，我即马有代事啊，你先出去啊。有一位先生伫会客室，讲一定要见你甲头家娘，伊讲伊叫吕永明。你唔免惊，我是人，唔是还魂的鬼。你阿婆是咧惊啥？是咧惊小兰的鬼魂回来找恁正宵？小兰啊，你真正无死哦？我无死，是因为天公伯伯害我死。安那无，我哪知你阿婆是安那对待我查囝？小兰啊，你误会了，这二十多年来，我嘛真用心在照顾你的查某囝。你这么细汉，你就甲送去孤儿院，你有得用心？无啦，伊伫咧我的厝内啊，我为着要伊读册方便哦，甲改名叫做林惠玉啦。林惠玉，你甲恁爸爸感情好无？阮爸爸平常时足无闲诶，也毋过伊对我足关心诶，我有啥物要求哦，伊拢会答应啦。是毋是伫北头一间汽车公司上班诶林惠玉？永明，
卖要搞我，你刚公司上班，世界竟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，不过真可惜，两个人逐天见面哦，煞不知影是爸仔囡。为什么你要讲？你把爱哥送去孤儿院？生爱哥的人是你，也不过是我跟车勇大汉的，算起来，伊嘛是我的查某囝。真想要霸占我的查某囝，刘太太，当初时。是谁硬要把玉带来阮家的？人的心是肉做的，你知无？你才甲爱玉做几年的母仔，也毋过惠玉叫我妈妈已经叫二十年啊！到底是谁要霸占谁的查某囝？林太太，非常感谢你的真心对待爱玉，咱是卖讲谁对谁唔对，阮即摆敢若想要马上见到爱玉。你想好，跟阿玉去一面，再去讲好不？先做，为什么讲你要跟阿玉见面，你阿母拢不爱讲话啊？你把查某囝分开已经二十几年了呢，怎想要见伊一面？敢讲无应该？贵玉，阿婆，阿玉，你起码无在厝。我的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是不是你跟我爱过苍天？你跟爱过苍天都苍天都？我看完真正是我给藏起来，我比你更加想要知影，今麦到底是伫倒位？有。哎呦，到底是安怎？伊拄则离家出走，今日我来才找到伊，又不走，敢讲阮爸仔囝这么无缘分？永明，你一定要找到咱的查某囝，一定要找到咱的查某囝。我阁会当去倒位，上好会当走较远的，离水哥哥愈远，对伊愈好。惠英，你哪在这？你怎？你来了，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是我常常走来想心事的所在，连妈妈都不知道。坐啦。这个所在虽然较小淡薄，啊，不过什么拢有，够咱两个人住。咱两个人住？是啊。你无要住这，你打算要去倒？离家出走，我是唔惊啦。啊，不过我惊，我若一个人会足无聊的。拄好撞到你嘛，离家出走，咱两个大做伙应该做伴啊。你莫要问我，为啥要离家出走？是为着俊英吼？我嘛是跟你同款，为着俊英离家出走。恁是毋是？我无冤家哦，我只是无法度接受。俊英伊声声句句讲袂当甲你放袂记的，更加离谱的是，伊竟然想要甲我离婚呢！我并无这意思，所以我才会离开。你唔要解释了，我无怪你啊。为什么？我从来唔捌甲你当作是我的对手，所以我不但袂嫉妒你，嘛唔免嫉妒你。我唔知影你伫讲啥。老实讲，我从来无认为讲你的条件会用甲我比。俊英
不是无爱我，伊只是一时认袂清事实。总有一天，伊会清醒过来，到迄个时阵，伊就会知影，我才是上介待伊的人。那呢？你为虾米离家出走？因为我气阮妈妈，气恁妈妈，更加气俊英，我要让因大家知影，失去我的滋味是安怎。虽然咱两个人都是为着俊英离家出走，不过目的无同啊。你是为着要让俊英离开你，我是为着要让俊英知影，伊离袂开我。我们来走。你莫走啦！你若走，就是看袂起我哦、喔。阿嫂，好啦，上无你嘛陪我几工仔才走，好不好？拜托啦。嗯。喂，啊，你来遮创啥？无你是爱搞心啦？我咧问你透早来遮要创啥啦？我要找飞局。啊，飞局住伫恁家，恁哪知影阮在咧找伊啊？我问你，飞局到底有伫恁家无？无啦。飞局是安怎？无你也透早伫遮找伊啊？你敢真正毋知影？飞局到底是安怎？你讲啊！走去，伊走去啊！是安怎？我嘛想要知影是安怎。我去当夜兵，甲伊讲，我要克服所有困难，我要爱伊一世。伊前头几百年，我找无人。你哦，你实在太无了解飞玉的啊！枉费飞玉对你一片真情。我无了解伊，敢讲你了解伊？既然你某已经娶，是咱搁咧三心两意啊！我跟你讲，飞娇就是惊影响你的婚姻，破坏你的家庭啦！这离家出走，你知影无啦？我无三心两意，爷我是，我是爱飞娇，我想你拢冇改变过。无你是要娶美静，查某囝敢做敢认真啦？你既然敢娶，你爱飞这家底啦！这家底，你不是我，你敢知这几日对我来讲有偌沉重？搁啊沉重，你嘛要甲担起来啦！我跟你警告哦，上好是飞哥无代志啦，飞哥若有代志吼，我唔帮你煞啦。你爱飞哥对无？你唔敢想，你讲遐尔真好听话，就是希望我来放弃飞哥对无？我承认我爱飞玉，我爱伊爱到入心入骨啦。啊，不过我将我对伊爱藏伫心肝底啦，无像你啦，干来遐让伊烦恼啦，逼伊离家出走尔啦。你嘛睏袂起哦？阿嫂，阿嫂，阿嫂，我头就疼。啊，有要紧无？我送你去病院啦。无用，我若去病院，都要俊英甲我找到。你听讲呢，无去病院袂用的啦。我无爱去啦，你嘛袂用的叫医生。我若去，我无爱让因这样紧就把我找到。阿嫂，你要这样顾忌好无？性命要紧啊！我即马打电话叫救护车啊！啊！梅英，你若不要打电话，我就出去叫救护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阿嫂。阿嫂，阿嫂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去出来救我啦！阿姨。
阿姨，阮朋友若说破病啊啦，啊，不过伊阁唔肯去病院医生看啦。安怎这么戆？啊，就是安尼，唔正咧落啦。啊，阮朋友交代我讲，袂使甲别人讲啦。我实在想无办法啦，只好来找你啦。你找我，啊，我唔是医生啊。阿姨啊，你紧甲我斗想办法啦，人命关天啦，啊。我想看卖咧。阿姨啊。你金星，你一定要想出来啦吼！啊，我先来阮朋友一撮啦，哈！金星无，好，好。哎，哎，这阮朋友遐住址啦，啊，你若想到办法哦，紧来啦哈！啊，千万唔通叫医生咧，啊，就袂出人命啦，吼！哎，啊，无叫医生，是要救人啦？大汉，啊，今麦是要安怎啦？你免着急啦，我来以后随来啦，伊都有办法啦。啊，好。阿嫂，水，我要啉水。好，好，伊家己买，我去买水。大汉，你听我叫阿嫂，我去买水啦。哦，你紧去啦，好。阿嫂，啊，你较紧来咧呢。原来是你哦，我无怪大海这么着急。你是？我是大海阿姨啊，你有去过阮家？你阿嫂怎么安怎？啊！你怎么没醉？不行，你没醉啊！找伊在做啥啦？啊！你讲袂用找医生，我毋找伊是要找啥啦？啊！找伊来敢无路用？伊是医学院毕业，万哪过医生牌，啊！找伊无路用，找你都有路用是毋？啊！好啦好啦，等有法度救人才去讲啦。你甲美静是啥物关系？伊甲我无关系啦。啊，不过跟我朋友有关系啦。你熟悉内面迄查囡仔是吗？你朋友是谁？什么人呢？啊，你是一个外人，你哪会知影啦？像阮阿姨就无同款啦，伊就捌看过我的朋友啦，叫做林慧玉。林慧玉？林慧玉？对啊，伊就是大名鼎鼎的林炳辉院长的查囡。是？世间竟然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！慧玉，慧玉怎么啦？哦，伊要水啊啦，小奈袂转来。要水，那呢我拄才拄着，就是伊。我来着。阿姨，啊你若不相信哦，无你用伊门内底来比证啊，那是慧玉阿嫂啊。你是讲内底的查囡仔是恁家媳妇？对啊。我一打电话我就认出来啊，我跟妈妈。就做你的朋友，天公伯啊，谁叫你讲生笑啊？这么大间病院唔用啊，煞安来我来救你的媳妇。啊，你含林家有熟识是唔？熟识？你哪有可能无熟识？永明，啊，林家媳妇的病，你即摆，伊无破病。你是有心呐、啊，而且有老体的危险。啊！那你不管去救人，还未出事的囡仔嘛是一条性命呢。你是林家的血脉，是我怎哪要救伊？永明，刚刚你无拍算要救伊囡仔？你要害我这世人，我都搁做医生，现在怎么我来救伊的孙啊？你是啥物道理啊？喂，那个还未出事的囡仔，无得是你啊啦！你哪会说见死不救啊？
搁再讲，你和惠英爸爸到底有啥物恩怨啊？你给我听好清楚，惠英老爸不是这人。哼，这我知啊，惠英爸甲我讲过啊，伊是一个孤儿嘛。永明，你明关天，你还讲去做决定啊？永明啊！我是在中港湾，我那么久，我的良心有个不安。唔管阿公，可是要稳住那个查囡。阿姨，您跟惠玉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好啦，你不要唔好讲，不要紧啦。我替惠玉转来吼，我再甲问就好啊。啊，这个惠玉哪会到这时还袂转来？我先来走。你才去这么久啦？那在外口啦，我阿嫂嘞。哦，伊有心啊啦，啊，不过可能会落体啦。你放心啦，即摆有人哦，伫内底咧甲救啦。伊有心啊，是啥物人去救伊？哦，啊，就讲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啦。以前我捌领过医生牌啦，较早医生啦，啊是阮阿姨找伊来啦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啊你来一定我过来啦，阿姨。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！你想要去死，你叫我医生。我问过你答应无？为什么开始？你爱叫你医生，叫爸爸，你太太叫妈妈。这平安夜，你关心苦逼，以后看到伊，都再像看到妈妈咁款。你是谁？你是我的阿姨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！李小姐，你是安怎？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阵，我就感觉你就是死。我如果看你，亲像是我的妈妈。不要，你妈妈不是已经跳海自杀了？妈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李小姐，答案不是讲你妈妈已经跳海，那海水是我娘亲，让她跳，哪会我？我不是你妈妈，
要不过我不是叫伊家己好啊，伊是在病吗？经理，你应该叫我爸爸。免难叫你啊，我嘛是突然才知影，你是我的查某囝。原来你就是爱玉哦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我的爸爸。我走开，我可怜的走开。爸妈妈，啊你你都不是孤儿啊啦！素兰，素兰，妈，素兰，阿姨，妈，素兰呢？素兰，素兰。真艰苦的，卖变。爸，这是要安怎了？小兰啊，你这摆心情我会当了解。我对爱玉的亏欠哦，比你搁较重。若讲到责任，嘛无应该你来承担。小兰，我实在想无啦。恁大家分开遐尼久啦，啊，今仔一问，敢若会用团圆、应当欢喜才对。若要母甲大家遮尼痛苦，爸，这是有啥物啊？小兰啊，应该为这个代志来付出代价，来承担责任甲痛苦的，拢唔是你啦。
我才开始。这么多年的恩怨，我一定要做一个解决。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对我讲到过，继续讲。尤明，是你哦。这美静哦，是足超过，我伊离开了哦，一通电话都无卡转来。我这做妈妈，敢讲做到这样失败？查囡都给你生歹去啊！有个怪象，放心啦，伊无代志。伊打电话给你啊，还嫌足过分的，伊当打电话给你，谁来买打电话给我接做妈妈的呢？别紧张啦，伊无打电话给我。哪呢？你哪知影伊无代志？我嘛是无拄好去拄着伊啊。你知影伫倒？紧带我去找伊啦。没用啊，我已经答应了。我要甲别人讲，伊即摆人伫啥物所在？我敢是别人，我是亲生妈妈呢。就准讲，我即摆带你去找伊，啊，以前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伊一定秘起来，到时若搁要找哦，搁较困难。这囡仔哦，拢给我心歹啊！啊，伊自细汉哦，毋捌食苦，即摆伫咧外口。我现在做烦恼的。放心啦，我查某囝即摆咧陪伊。你查某囝？我唔对，我的查某囝。这么多年来，伊一直伫人民福音处做林家的查某囝。你是讲惠玉？惠玉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？想袂到。甲金端，咱三个顶世人，到底是做啥物孽哈？你的意思？你应该唔知影，美静的离开吼，就是因为最应该回忆感情问题，才会离家出走的啦。唉，顶一代的冤枉也未煞，即马都牵拖着下一代。嘛，连我甲查某囝，嘛，互恁拢拖拖落来啊！少年人感情的问题，咱无得插手。不过，我甲林明如这笔账，我一定要甲算好清。算好清？本来我是想讲，这是我甲伊两个人之间的恩怨。啊，不过即马牵拖你来的人愈来愈多，我无得搁等啊！我跟他讲，恁这嘛是亲家，所以我感觉有这个必要先跟你讲一声。啊，代志已经经过这么多年啊，你你莫跟我口讲，我爱林明夫为伊家己所做的代志付出代价。今日要陪阮翁去参加理事会哦，今日这些有头有面的人拢会来参加，你唔通搞漏开呢。金端啊，嘿，恁夫是不是搁想要参加理事长、会长的竞选？
什么搁想买？伊为着这项代志已经准备两三年啊呢，应该做的代志啦，应该拜托的人拢安排好啊。我想吼，伊这摆动算应该是无问题。小等哦，咱招兵户来山顶泡温泉啦，卖去参加迄什么礼俗会啊？秋妍，泡温泉倒一天拢挺好去啊。理事长一年才改选一摆，因夫无可能会答应。啊，你尽量试看卖嘛。其实吼、哦，恁夫的事业已经足成功啊。唔免哦，搁去做啥物理事会的会长啊？叫伊卖去啦。你是有啥物代志无我讲是无？哪有啦？会长，我是为你好，为恁阿母好啊。听我的哦，无唔对啦。也毋过，你爱甲我讲啥物原因啊？我袂用讲伤多啦。我爱对你去朋友，我刚才会当甲你讲哦，比夫若去开会哦，对伊一点仔好处都无，叫伊卖去。到底是为虾米啊？你相信我就好啊。咱是老同学，都是亲家，我干嘛害你？你好。你两个实在真麻烦。我那洗一下头，洗遐尼久啦，开会时间要到啊，紧来去啊！你好啊！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毋着惊啊！我是理事长的候选人，想我够歹势啦。我想讲吼，咱要去开会，好不好？你是咧滚生笑？你看，我就讲伊绝对袂答应的。恁两个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？啊？冰夫啊，我是希望哦，你今日莫去开会啦。你是有啥物原因要叫我莫去开会？秋云啊，你著把原因讲出来，安尼无头无尾，叫阮是要听你的。要信唔信哦，由在恁啊。你若毋是我的亲家哦。我根本就袂插这件代志，我就想讲哦，卖让大家受到伤害。也若无为着我朋友，这件代志我根本就袂讲。真嘛？我知影你心内在想啥。你知哦？你会惊？你甲金丹拢惊我选掉你厝顶，所以毋才想要阻止。但是当选理事长，我甲秋妍是会当惊啥啦？我若选掉理事长，我的社会地位就比即马这个小小院长较悬。到时，恁就袂当阁控制我，袂当卡袂着，就甲我画来画去，袂当轻轻彩彩就将我身躯边的人调走啊，敢毋是咧？你实在毋知好歹呢？我毋知。恁就是看我无，无尊重我，才把我当作是家里人啊！民夫，你安尼讲吼，实在真超过呢。金丹，我若选掉理事长，你就是理事长夫人啊！安尼真请赢啊！你是我的太太，那颠倒得甲外人斗三工来打击我嘞！好啊啦，你卖冤啊啦！我家婆爱管闲仔事，以后恁阿母无代志，我袂插啊。秋妍啊，好啊，紧来去。啊，若无真正要卖，啊，你也是要去开会啊？无去，你看我更加无。我有把握，我百分之百选得着，当然嘛爱去。林秘长啊，凭你的医德跟医术如何，阮大家拢感觉你一定会调的呢。对啦，讲袂着啦。
再拜托大家啦，哈，无问题，无问题啊。林秘书啊，时间无早，我先上对吧？哦，请，多谢，多谢，请，请，请。卢先生，内底请。卢先生，内面请。理事长，各位理事，在今仔日会议要进行之前，有一位特别来宾要替大家讲几句话。请卢永明先生。莫怪秋莲，今日一直叫我妹来。感谢理事会的主持，我这个机会。有一句话，已经藏在我的心内二十几年。今仔日我逼不得已一定要来这，甲这话讲出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听讲林敏夫先生要竞选一届理事长，而且伊嘛得到真侪人的支持。我爸爸是一个有理想的医生，我嘛知影做一个医生上重要的。那是要有医术，也要有医德。我要控诉林敏夫先生对我甲阮全家的伤害，伊所作所为绝对不是一个医生应该有的品德。所有的事实，把一个证明物件拢在遮，请各位看好清楚林敏夫伊的真面目。半句假话，我愿意负所有的法律责任。今仔日在座拢是同学，大家嘛熟悉过来。假使讲卢先生若真正有冤枉你，你能提出你辩解甲说明？我无啥物通讲。爱着一个不该爱的人，为你付出受过全然无相共。